边檄已经是备下斋饭，此处高士等候已久。哦，关将军离开浦东已有几载了？将近20载。 将军还认得在下否？关将军，请，里边请。 将军，请。二位夫人尚在路边车上。正是，先给二位夫人取茶，现与皇叔夫人。是。将军，请。 刚才高氏所言之事，关羽离乡多年，不能相识。啊，就是。<笑>将军，在下家乡与将军家仅一河之隔呀。哦，哎，我欲请将军赴宴，高氏何须多言？哎。 不然，乡人巧遇，岂能不叙旧情啊？请，关将军，敬室内宴席已备。关将军，请吧。请，关将军，请吧。 请。 将军，请我赴宴，是出于好意，还是歹意？岂有歹意？还不下手！哎呀！关将军！
若非高氏，我等亦被加害。此处，在下亦难容身。收拾衣钵，往他处云游。 告示，保重，后会有期，将军。